感谢你们一直在我们身边支持着 GOT7， 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陪伴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心怀一颗感恩的心。谢谢你们一直爱着我和我的小伙伴们。这次非常非常开心能在中国开我个人的粉丝见面会，虽然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和你们见面，但是每次想到就非常期待。虽然平常跟成员们一起见到大家的时候也很激动，但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来和你们见面，真的很紧张，担心自己做不好怎么办。虽然有些担心和紧张，但我也一直在努力的为这次见面做准备，你们要多多期待哦。希望这次见面可以让现场的每一位鸟宝宝们留下美好的回忆。我每次来中国的时候，无论去哪里都有很多鸟宝宝们来欢迎我，感受到大家对我的满满的爱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为了不辜负你们对我的喜欢，我会更加努力让你们看到更好的段音，因为有鸟宝宝们的陪伴，我总是非常安心而且充满力量。最后想对你们说，我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爱你们。正在为粉丝见面会做准备的某一天，段音写给鸟宝宝们的信。